烈啊，很大方就那个。什么东西？很大方承认的。其实也没有打算要承认。但又被拍到。被拍到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你最近有看那个安心亚的新闻？没有哎、欸，其实我在家很少看电视，因为他就是也是受害者啊，就是跟嘎嘎的那个亲密影片外流。你说他跟嘎嘎的一些亲密的对话，还有影片。就是他们两个在沙发上，然后女的就依偎了男生的肩膀，然后有被男生，就是有那时候是，然后他有被嘎嘎掀内裤这样，然后现在很多网友都骂男生很下流这样，就说他是唱片界的李宗瑞这样，是哦，对，好直接哦，不是那网友讲的，所以你有没有想说，你有没有要给安心亚一些什么建议啊？还是你觉得？对，好难回答。将来他其实给他一些鼓励，对啊，给他一些鼓励啊。女生碰到这种事很少，因为我还是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内容跟是什么道歉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做什么样的安慰。但我觉得。吧，其实现阶段一定会不开心、跟生气、难过啦。但我觉得时间其实是可以的，而且他们其实算是也是正常的交往的男女朋友啊，对啊，所以也不用去太，对啊，就是大众们也不要，就是观众朋友们也不要太去对女明星就是。太多的批评或是什么，对啊，觉得他们也是算正常交男女朋友交往。所以你现在谈恋爱应该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个女孩子都要懂得保护自己了，对啊。那现在比如说要碰到男友类似要求要拍影片什么的，现在会拒绝。你应该会拒绝吧？问这个问题很好笑吗？我要先去忙了，又已经迟到了。那你现在你应该会拒绝吧？如果男友现在要。如果是你，会不会拒绝？怎么会问这么可爱的问题？